老师早上好。杨老师早上好。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呢？我们今天要一起聊天，就是关于春节的事。可是我们先打个酒。好。大家好。杨老师好。杨老师好。杨老师你好。这个是灯笼，来跟着我说，灯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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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这个就是灯笼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烟花，看烟花，烟花是 fireworks， 烟花，对，烟花，很漂亮的烟花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你看到吗？有听到它的声音。听到他的声音是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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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就是，那个就是鞭炮，鞭炮，鞭炮，鞭炮的声音很大，大，对，会很大声，所以如果太近了，我们的耳朵会很痛。然后这个是鞭炮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。舞龙舞狮，有没有看过这个舞龙舞狮？哦，舞龙舞狮。对，舞龙舞狮是 lion dance 和 Chinese dragon。这个就是舞龙舞狮，舞龙舞狮 Chinese dragon 和 lion dance， 舞龙舞狮。然后你们看这个啊。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红包。红包里面有什么？钱。Money。对，红包的里面有钱。我们怎么样得到红包呢？怎么样得到红包？要先恭喜发财。对，还有什么？新年快乐。对。如果我们要得到红包，我们要先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对呀，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，然后有很多人我们要拜年，就是跟爸爸妈妈，跟爷爷奶奶，还有谁？叔叔阿姨。叔叔阿姨，还有谁？对呀、啊，跟哥哥姐姐，跟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所有的人，我们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就是那个。然后还有什么要讲？还有什么要说？那个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啊，春节的时候，张老师要怎么过？我春节。
节的时候会过得很开心，因为有很多人来我家，来我们的家。哦，对呀，啊，是不是很多？对对，很多人会来到我的家，然后我们也会吃很多东西。对呀，吃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就是年糕，你们知道年糕吗？年糕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年糕是这个，我先拿一下图片给你们看好吗？好。哇，这里这个就是年糕。哦，年糕。对，年糕。哇，我刚认识的是。对，年糕就是龟甘蔗。年糕，这个是年糕，年糕是黏黏的，然后很甜，很甜 sweet。哦，你们吃过吗？没有，你吃过吗？没有吗？好，等一下我们过春节的时候一起吃年糕好吗？好，很好。然后我们也是会吃这个，这个是饺子。对，饺子是 dumpling， 饺子里面有肉，什么肉？有时候会用鸡肉，有时候会用猪肉，对，里面有肉，很好吃这个，很好吃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吃面汤、对，面汤，对，为什么我们要吃面汤呢？面汤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要吃面汤，因为面是长长的嘛，是代表长命百岁，long life， 繁家无母，所以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面汤。对，然后在你的家，平时有什么东西呢，杨老师？在我的家平时有苹果。苹果吗？哇，我在这里我也有苹果的图片。苹果，我喜欢吃苹果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哇，严老师呢？我不太喜欢。苹果很好吃啊，还有对呀，啊，苹果很好吃，很甜，然后会很健康。对呀，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橙子。橙子？哇，我在这里，我也有橙子的图片。对，在我的家平时有这个水果是橙子，橙子是 orange， 很甜，很多水在里面。橙子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汤圆。对，哇，你怎么知道汤圆？哇，好吃吗？真的很好吃。哦，汤圆里面有什么？我看看这个图片，汤圆很多颜色。哇，汤圆，看汤圆有很多颜色。哇，这个汤圆很多颜色，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花生。花生是什么？花生是 peanut。 对，汤圆里面平时是花生。那除了汤圆你吃过什么东西春节的时候？我觉得是不是青鱼饼吗？我没有吃过青鱼饼，你有吃过吗？我吃过。好吃吗？很好。哦，有没有那个图片？我不知道。煎鱼这个是千鱼饼，那个是什么呢？千鱼饼好像饼干，对吗？好像饼干，没关系。哦，脆脆的，对啊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糖果。哦，糖果，甜品。哇，我喜欢吃糖果。对呀，我也喜欢。糖果是甜甜的。糖果，可是糖果好像不可以吃太多，对吗？对，牙齿会痛。
对呀、啊，牙齿会痛。呀，如果吃太多糖果，牙齿会痛，对吗？对。所以我们要每天要刷牙，刷牙，所以牙齿不会痛。那个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吃呀。对。春节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妈说，如果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平时要穿新的衣服。哇。啊我也是呀、啊，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呢？我妈妈说的也是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春节的时候，我们要穿新的衣服、新的裤子、新的鞋子，然后我们也要剪头发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是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新的一年嘛，所以我们全部也要新的，新的一年。开始重新，就是开始新的事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所以，要穿新的衣服、新的裤子、新的鞋子，然后也要剪头发，所以我们会丢不好的事在后面，这样子，因为新的一年。这样。所以等一下我们，可以看到很多人剪头发，就是春节之前会很多人剪。对呀、啊，很期待，对不对？很期待哇！我也很期待。对呀、啊，很期待等到新年来。对。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过春节。好。对呀、啊。好好。什么时候？春节是下个礼拜。下个礼拜哇！对。哇！今年的春节就是2021年2月12日。对。下个礼拜星期五。好的。那张老师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去你的家吗？对，我们可以去你的家吗？可以呀、啊，等一下春节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来到我的家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，好吗？好，我会等你们的。来，现在好像时间到了，因为我要准备很多事情，所以我先回家吧。好，那我也是要先回家，然后要准备春节的东西。哦，我觉得我也要去买新的东西。哇，新的衣服吗？新的衣服。哇，新的鞋子。哈哈哈哈哈。